作為全球其中一間領導的能源公司， Shell 時刻關注綠色出行的趨勢。集團早在2021年的2月啟動 Powering Progress 賦能進步策略，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融入業務，目標是在2050年前與社會同步，成為淨零排放的能源企業。除此之外， Shell 亦致力於開發低碳燃料和產品。我們響應政府電動車發展的策略，早在2021年我們開始推出 Shell Recharge 充電服務，方便大家最新的出行需要。在 Shell 油站加油，現在還可以充電和洗車。我身處的位置就是赤鱲角機場貨運中心油電站。各位電動車的車主，不需要任何的預繳或者給任何的按金，都可以預約或者即時充電。如果入開嚟機場附近，不妨過嚟做埋汽車美容，同埋嚟 Shell Select 便利店選購心水嘅貨品。Shell Recharge 嘅網絡而家有超過40個充電站，500個充電位，喺今年之內仲會有10多個新充電站嘅落成，遍佈港九新界。另外 ，Shell Recharge 最新同人夫合作，購買了指定平自純電動車的顧客，我們可以提供最高長達2年的 Shell Recharge 免費充電服務。內地充電服務需求殷切，有見及此， Shell 聯同比亞迪在去年合組公司，在深圳寶安機場站建設全球最大的 Shell Recharge 快速充電站。關注港人北上出行的熱潮，我們積極研究在中國不同的地區應用 Shell Recharge 的可行性，希望車主在中港兩地都可以安心使用 Shell Recharge 的充電服務。請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按鈴鐺啊！